班玉彤，放心吧，他不会死的。大姐，不要再错下去了。班玉彤，你知道，我这辈子最开心的，就是在警察学院跟你做搭档的时候。 雨桐，雨桐，雨桐！展耀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如果你不让自己强大起来，根本保护不了自己爱的人；如果你经历了跟我一样的事，你会变得更残忍。你错了，冯健。有些人就算跟你经历一样，甚至更残酷的事情，也不会像你这样选择犯罪。阿姐，我不管你过去做过什么。 找到答案了，还好这个东西没有被烧坏。报告出来了，公孙医生怎么样了？那把枪真的可以点燃吕梅凡，证明那两具尸体就是冯杰和傅以山。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真的相尸。没错，屠西族和相尸的传说都是甘履渊他们三个编的，凭空捏造的。凭空捏造？那这么说，相尸也是假的？对。 不但没有相尸，而且我们问了有关的考古学家，在历史上根本就没有屠西族。